谣称自去年12月宣布怀孕后就鲜少公开露面，眼看7月的预产期马上就要到了，准妈妈姚晨的幸福之情也溢于言表。5月22日，姚晨就在微博上和老公憧憬着孩子小土豆长大后的生活，并无意中透露自己怀的是个男孩，以后一定让小土豆学学钢琴，男人会钢琴不知迷死多少女人，将来漂亮媳妇都是自己送上门，根本不用愁。微博发出后，网友们纷纷留言道喜，原来大姚已经验过货了呀。但小编私心觉得弹钢琴泡妞还是不太方便，不如学点吉他，走到哪弹到哪，处处都是焦点。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